改变区域，他们其实更加主动一点，可以去选择自己想站的一个位置。从我们视角来看，幸好圈是刷在这边，因为风外们刚才要把孤存扶起来，然后打药要损失很多的时间。如果圈是刷在流沙机那边的话，他们又没有车，这一波 4AM 几乎就凉了。没错，而且现在场上六个 生存的一个情况，流沙机先在防区里面先躲一躲，躲一躲以后等下一个区域看怎么刷。那现在暂时应该打不起来。对，打不起来，双方都在等。哎，这边其实已经看到听到车声了，原点已经发现一个。现在这一个信息可能会对 4AM 造成一些误导，因为外面有一个人在开车，其他的人是不是跟他不是一个队的？他们现在不知道有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是一个队还是两个队还是三个队？哇、哦，这边看一下、，Gary 的话是直接被扫下来了，扫下来，对，直接扫下，来近点，近点，已经人扑过来了。伟神刚才在最新打的人的时候是被击倒，还好这边小心不对吧？反打，双方都有人数上交换，那这样一个情况出大事了，看个人能力。好的，恭喜流沙机。这一波就像我前面说的，开车的这一个兄弟他是一个误导，成功的把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他的这边之后，流沙机两个选手摸上山，对，他把火力就是